最佳非戏剧节目提名名单包括《东张西望》。呢一张凳并非普通嘅凳，系一张唔坐得嘅凳啊！为咗上车，真系辛苦晒啦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，拜拜。流行经典五十年。安乐窝，因为主有好多木嘅家具窝。平时最中意坐喺客厅，开住暗黄嘅灯光，听爵士音乐。三日两夜，夏威夷嘅蘑菇。我哋终于探险成功啦！耶！咁我食晒三文鱼啦。后生仔倾下偈。神舟六号火箭发射啦！有一个米巢巢。电竞王。有冇啲人好似我哋咁魚腩㗎？我中意依個名字。跳。哎，你好啦，我開波啦，咁樣㗎。二釐啊！我開波啦。阿爺廚房。咩問題咧？啊，冇啦，一係買嘅問題啫。俾錢你。都唔怕你讚我，我受得起。一個人去跳舞，中意 Michael Jackson， 同埋 Michael Jackson 咧係我第一個中意嘅偶像啦，因為佢我先至中意跳舞㗎。新春開運王。就嚟依度整一個。開運妝容，肉腫骨輕，睇肉係緊要啲啊！一加一加一，佢都有做嘅。我唔記得，其實唔使記得嘅，佢永遠都係著恤衫嘅。越開暗結嘅啦，已經係嘛？越講越盞鬼，跌入㗎，你咪咁蛇龜啦！廣東話真係好形象化嘅，譬如有金盾甲乸隨街跳。香港原味道，好啊！仲有個金味咧，好出爐。咁啊，睇知我中意食魚蛋噶啦，要好專心去切啊！大灣區活好啲，你咧？好驚！你好似合緊膠杯咁啊！搣花瓣嚟預測愛情 ，B B 要健康，你會唔會用人工受孕嘅方法咧？三、二、一，投票。娛樂大家，其實你最驚人哋講咩啫？係炮哥啦，炮哥啦！快樂中年，個皺紋啊多啲唔得嚇，邊個？有少不知所措，其實嗰一下。我唔理，我唔理啊，咁樣咯。食好啲，食平啲。呢一次咧就除咗食好啲、食平啲，仲要食健康啲。大魚咧就銀少少，好搞掂。周遊關西是日本人的廚房，來到當然要刷餐勁的，來關西玩一樣可以有非一般的體驗。媽媽不易做，為了生仔去到盡的媽媽，跟大家分享他們的求子大作戰親身經歷。如果這樣生活，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here? 8 hours。 楊明輝，謝謝你們，真的很容易有高山反應。單車遊學團經歷嗰個辛苦，然後你捱過咗，過咗之後咧，其實睇翻轉頭又唔係咁難過咯。八個香港，潘娜的秘密花園。我覺得今次呢一首歌，尤其是嗰個歌詞係好似講緊我自己咁。識玩旅行團。他知道那兩個質素太低，加翻個好啲俾我，升唔升唔緊要啊，最要贏。意想得到，我諗到啦，我諗到整咩菜？街市遊樂團雙馬編啊，因為麥包啊，係咯，即係咁嘅。呢度以前其實係儀裝嚟嘅，即係好多儀裝喺度嘅，咁啊直接。我的寵物食呢個補充劑咧，呢個係狗送嘅御用膳食。係啊，狗兜見到要冷靜嘅。佢哋係最似貓嘅狗。嘟姐有問題，咁就防止佢騎上去咯。我錯，我冇解釋得好，係因此。荷蘭好玩，好正啊，好特別啊！打工捱世界三六套制服。認識了48位工友，15位靚女，8個老細，同埋1981隻紅火蟻啊 ！Ben Sir 睇樓團1400000港幣咧，仲有得傾喎。投資角度嚟講咧，都係值得買嘅，冇乜點輸噶啦。喂，快啲啲！香港美食一條街，好夠味喎，其實。因為我係好中意飲奶茶啦，20幾年家傳秘方，香港美食一條街。12個夏天，我哋呢度嚟到 Mykonos， 你啲海產就係佢哋啲寶藏咯。一嘗與斯同行嘅滋味，我哋連續3個星期嘅夏天，
跨跨跨世代。影嘅人好偶然咁跨越世代而遇上，究竟会有咩事发生呢？好难谂噶。姊妹淘，介绍得俾姊妹嘅就唔系咁简单嘅。高层可能可以做一五只色都好衬你，吸咗落去下面。长命不老，由头到脚全身益灵，亲身体验试过先讲。益灵侦探社誓要令大家长命不老。絕世港佬，身形真係唔係一朝一夕，好小氣同埋記仇㗎。心無雜念就乜嘢都諗得通。最緊要咩？除得化。出走澳洲，我玩到去塔斯曼尼亞咧。我要親親動物，仲要上天下海。至於全南澳最正嘅美食咧，都係交俾我喎。我驚食肥你啊！嫁到這世界邊端三，橫跨半個地球，見證各地人妻在世界邊端找到愛。離地自由行。-15度，有冬人的健将，有虫在入面的虎珀就叫做虫珀。二亿人的世界，东面的一个国家。我意思到非洲人了，全部卖罐头鱼，好多款式啊。晚间看地球，条靓蟹肉，你唔舒服，先转三个圈。森美旅行团，人的浪漫，爆笑团友咩都玩一差，扯足十日，爆笑连场，森美旅行团出发。2018年度劲歌金曲颁奖典礼，得奖歌曲是百年树木。2019国际中华小姐竞选，五号陈晓啊。公益金万众同心五十年，加油啊！香港唱好演唱会，咪完人咪正方形咯。你哋可以接收到我哋呢一份正能量。2019香港小姐竞选决赛，第一号王嘉文 Comedy， 珍惜香港，发放娱乐。TVB 五十二年。善心滿東華2019。都話唔爭咯。